平面嘛，对啊，啊，画个什么东西？一个什么？矩形嘛，对啊。那矩形的话，我们需要这个奖准，画一个奖准。对称。对称嘛 ，OK。再来画个圆，圆的话，圆心锁哪里？锁一轴嘛，两个相交，对啊。好，再画一条虚线，延伸过来，对吧？那这条线的角度几度？六十。几度？六十。六十度 ，OK。好，好，我们来定义公式哦，对不对？来，这个。原点到这距是多少？三二点五。公式，按一下右键。右键有没有？这个有一个 added formula 有没有？根据公式多少？多少？四分之大 D 加小 D。好，我们这边是长度嘛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就等于多少？大 D 加小 D， 四分之。这个有没有刮弧？D 嘛对啊。小 D 加大 D， 大 D 刮五是吧？除以四。除以四吗？有没有？这边也是有一个东西，它出来是这样的。这两个加起来多少？三十加起来多少？九十二除以四多少？二十三对吧？好，所以这边 F 就是。你这个圆心到水平的距离有没有是由公式来定义的、啊、然后呢一样啊，这个多少好按一下吧，这多少一样啊，哦 member power meter 的成员有很多啊，一般我们只有什么长度跟那个 I 嘛，用比较的，把 B 就出来了，对不对 ？OK， 好、哦，那上面要打几个？什么？快按两下了，才会出来。好、啊，他按一下，他显现在这边了，按、啊、你快按两下，他就跑出来了。OK， 好、啊、所以跟哇，你要相交。啊，再来，哦，这里到这里距离多少？二分之 D。这个应该多少？二分之 D。大 D 除以二。啊，快两下。啊，大 D 除以二。哦，除以二，对不对？嗯。二除以二是多少？哇，怎么？圆还没有拘束啊。我知道。啊，来半径多少？半径多少？二分之半径。大 D 减小 D 除以八。刮五。老师还没有选呢、欸。啊？长，哎、欸，整数。长度就好了。大 D 减多少？减小 D。小 D。除以。哇哦，除以多少？除以八。除以八嘛，好。这样子。这个多少？
是多少？那个。像什么料？来，啊，过来，我们说焦点。这个是不是一个焦点？啊、哦，这个跟这个有没有焦点？有，对吧？再来，这条线跟它有没有焦点？有没有？啊，这两个要怎样子？按 Ctrl 这两点要怎样子？这两点要怎样子？重合吧。哦，同一，对吧？啊，是不是做定义出来变绿色了？啊，春天标哪？春天橡皮擦在哪里？三点。我们这个不要嘛，对吧？要不要？哎，这按掉了，这个不要嘛，对吧？啊，是这样计数了。对。OK， 离开草图。好啊，再来。这个我们说这是这样子，改名字叫什么？轴承。这个我们这个是都什么东西？我们这个是 out 嘛 ，out 外环嘛 ，out rim 嘛，对吧？是不是？嗯。啊 ，out rim 的话呢，啊，我们这样子，是不是？绕这现在绕哪个轴？绕哪轴？外。外轴。外轴。我来找，来找，我来找。Sketching one， 还有什么东西？要粘起来吗？要封闭吗？有点的，这是 close 的，但是点。反正你现在是要把点拧成掉。它那个你那个箭头下面啊，那个隐藏的。好，变成一个 cross 是吗？好，我们回到这边来，这个图呢，我们回转成型，这个轴。出来了，是这样子。对。好，我这边改变一下，我改多少？80，有没有更大？有。你参数改，那跟着改。好，把它画一下吧。你这个地方会画，那就会画。